什么？哎呀，应该是给秋姨吧，红糖姜茶。因为她胃不舒服，她六点多起来熬红糖姜哎。陈阳这成长的脚步嗖嗖的呀。What this pain feels like, it's hard, cause even as I'm sitting here, I would rather disappear.Then face the world outside. I'm floating in a violent sky. 秋秋宝贝儿，你怎么样呀？感觉好点了，应该不会再来。Okay. 'Cause everybody's world's in color except for mine. So I breathe.哇、哦，还有送暖胃什么电暖宝啊！哇塞，折阳宝宝真棒，折阳宝宝长大了，嗯。电暖宝好像是老师买的，上面还有红糖姜茶。哇，这一波操作好感度，对呀、啊。为他鼓掌，可喜可贺。我先出发了，我感觉走吧，有点来不大及了。你那个江水记得火已经关了，还可以先放着吧，先等秋秋他们上来吃一点再走。拜拜，晚上见。拜拜。早起了一个多小时。Hello， 哎呦，来了，哦，哎呦，哎，刚刚好，刚刚把早饭热好，快吃一点，真的吗？快吃一点，有生煎，然后有炒蛋，你要不要喝一点这个？薛老师煮这个红糖水，好，对，等一下，我到这里面，好，我就可以把它带走，嗯，可以喝一瓶，这是薛老师的本分之作，谢谢本分之作，尝一口，尝一口，是烫，小心啊！刚刚好，对，就是那个温度也刚刚好，火候也刚刚好，太好了，一下子就踩在了心巴尖上，对啊。心情大好，秋雨。你们不觉得我们昨天吃火锅很热，这个还很凉，这个还是挺凉快的。而且就是这个海信是今年世界杯的那个官方指定的空调。哇哦，海信新风空调是的。海信竟然这么厉害！啊，开启它的新风模式。你好，哈利。你说。打开新风。你为你打开新风。哦。天哪，你这个超凉快。厉害了！哈利真的太厉害了，我的天哪，你太聪明了！哎呀，好棒哦，这个，天哪，喜欢。收拾收拾，然后去客厅呗。走嘞。啥呀？远行。是什么？要远行？什么意思？我们要去远行了啊！两天一夜。
明天将迎来最后的远行约会，大家将集体自驾前往美丽的约会地，过两天一夜的浪漫时光。哦，哇哦，远行好期待哦！哦哦，好开心啊！好好好好好，我要开一辆，我要开一辆，我开一辆。现在请大家选出三位驾驶员，首先请这三位驾驶员从灰色卡片中抽取一张，请剩下的六位乘坐者从白色卡片中抽取，最后请大家亮出卡片，拥有啊坐同一辆车啊，这啊，现在是要抽驾驶员。那我想开白的，那我可以开小的，我可以开。那这样吧，咱们公平一点，蔡丁壳，蔡丁壳，对，咱们蔡丁壳。根源怎么？你们猜，我是第一天，因为我工作那边有点那个。哦、oh. ，你要忙完再去。对，我可能第一天来不了，我可能第二天才能加入。再过来。对对对，我工作那边实在有点事儿。哎呦，他也觉得有点可能难受，对。他也想去的，肯定想去。肯定想去啊。那咱们四个人里边，推一个输的不开。来，推荐哥。你是直接 out 吗？还是我直接 out 还是直接输？那你直接 out 吗？我直接 out 啊！哎哎哎，抽吧。来抽，抽呀！打乱，来就洗牌。打乱，打乱，打乱顺序。来。我们要抽了，万一你自己来抽这个，不敢帮你抽，怕影响你的手气。他不会跟哲阳一组吧？别呀。看看。然后我们应该先看乘客吧，先看乘客吧。太刺激了，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对啊，悬疑感，搞点，搞点，搞点。从你那开呗，你先吧，你先开呗，你先开。我是 C 车乘客。然后贝尔，我是 B 车乘客。哎哎，哲阳可能真的是 B 哦。B 车、啊、那就顺时针呗。我是乘客，然后我抽到的是 A。A， 你呢？当当当当，我是乘客，我抽到的是 C。哦 ，C 车，那你呢 ？B。B。还有是肉肉，还有肉肉，肉肉。好哦，好。A 车 ，A 车先认领一下。谁呀、啊？我感觉我已经要看热闹了。What are you?我嘞！哎呦，这个车上，这车热闹了，怎么办哟？你又怎么回事啊？你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六老师任重而道远啊，你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对啊，六老师，你真的你这个加油啊，六老师，你这个加油啊。
六老师少吃点饭，别犯困哈。他绝对不会困的。没事，六老师你是在路上，就是跟我发短信啊，然后我来支援你。不会的，不会的，放心吧。哎呦 ！A 车，那 B 车谁开啊？我是 B 车司机。OK， 真是哦！你看吧，他们两个挺好的。没事没事，根源秋衣都放心。不担心不担心不担心。没有乘客呢，还有谁是 B 啊？贝尔。啊，贝尔啊。OK。他不是很想上我们的车的样子，看起来也是哈，有这个感觉。儿子，你睡觉？不，我非常的开心，因为不用开车。薛老师，这个老驾龄，老驾龄了。C 车呢 ？C 车是宗伦凯。对，我是 C 车司机。等你回来，返程你可以开。OK， 好，等待我，好吧 ？OK， 好，走吧，走吧。我可能第二天过来找你们。我听到了，我不是聋子。有点不开心，他也很担心。他说是因为担心，他再给你说一遍。张医生，我有药，药全带上，全带上。就我就只有药，我会只有药带着。两天一夜，哦，他大半时间都在介绍这个车的驾驶，那说明最浪漫的时光就应该在车上了。那就再见了。我们下去了。早点睡，今天。好帅啊，超帅，优衣库新的登山外套。哇哦。对啊，因为这两天不是天气不好，下雨，然后风也挺大，但它这个面料是防风防雨的。哦，我看你穿的好像也都是优衣库的。对，我这一身都是优衣库，然后我有一个优衣库的全棉外套，冬暖夏凉，这颜色看着就很夏天嘛。对，就然后它也有这个透气网，就是夏天穿也不会闷。那这样我们装备齐全就可以出门了。柔柔，来，我帮你拎箱子。哎呦，真好！走了，走了，走了。照片当天来过，他给你带了个。要加班了，好了。哎，谢谢。宗伦给他一个小礼物。小火龙。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开心。走吧。Go go go！ 你需要帮忙吗？不用不用不用。
哎呦，现在这气氛真的好好，这还挺好玩的，有一种同学出去郊游的感觉。对，我们是坐后面吧，我坐后边。行，好，主动让到后面去了。我把这个东西放后边。然后他坐后边了。等等，我把饮料给。金银花水，你可以在路上喝。哦，金银花水路上喝，这么细心。哇，他画上中文送的娃娃。他看到那个娃娃，身心不知道怎么想。我可以就直接就躺在后面睡觉。小贝，你需要往前来一点吗？哦，没事没事。往前来一点吧。安全带。准备出发吧。走吧，走了，谁先走？冲啊！我车上我没带自己手机，我本来高的我就是听岳云鹏，沈腾也很好笑。红绿灯他会说前方有红灯，是红灯不是红包，不要抢红。我用的是我特别喜欢一个演员叫谭健次、哦、对，然后他就说那个有红灯、哦、说前方左转，然后我就说好的老公。就是会有这种互动的感觉、你知道吧。我倒是不互动，我就听他在那话密，然后就解解闷。嗯，后面的车就感觉挺安静的，薛老师认真开车。嗯，好、哦、期待。来聊点什么，薛老师，聊个两块钱的唱歌吧。唱歌哒哒哒的宣布，哎，对你依依不舍。嗯，哎哒哒吝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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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天好冷，我实在走不了路。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就算你有一道墙，我每天都在唱，大家都想开车。打开窗，你会看到微笑如花。我一路向北，离开了你的世界。你说你好累，已无法再爱上谁。风在山路吹，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我是不是要这样唱？谁说残酷？对，是单手开车，因为《桃源拓海》《桃源自序》里就是这样，周杰伦就这么开车。对，《桃源拓海》就这样。对。啊，插不进话。哎呀，好怕这种尴尬哦。嗯。万一你是不是都听什么外文歌？我都听，你们刚才讲的这些歌我都知道，但是你要让我讲名字，我讲不出来。啊，外文歌我想想。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s a heaven, you're somebody like me. Come and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ll the body on me. Come and follow my lead, come and follow my lead. 挺好的，关注万万了，对，他开始关注到这些了。我发现我记词儿真的好像还可以，很厉害，很厉害！这记词儿，你这通，证明这个记忆力确实不错。高兴了，高兴了。我其实我比较喜欢 Justin Bieber， 我比较喜欢他。他跟 Hailey 好甜呢、啊，对啊，我那时候喜欢他，那时候他跟那个 Selena 是。我也比较喜欢 Selena， 我比较喜欢 Hailey。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俩就是各不相同，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Selena 就属于是小孩到长大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最终我觉得 Justin Bieber 还是挺喜欢，很喜欢海莉。对，是的，还要解释这个。
就很爱他了，就是他可能也很爱他，因为 Lina 能够让他就是像小孩子的时候那种快乐啊，一起成长。但是黑莉就是比较理解他，对，能够接受他的快乐，但是也能包容他另外那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对。浩然绝对是个喜剧人物。小派可以给一下我的电脑包吗？好，你要喊，你要说小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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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请把我的电脑包给我。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下去吧你请把我的粉红色的电脑包给我，谢谢。这是吧？对，这个是。好，我需要连一下啊，连一下热点。没有没有。肖老师这个屏保好帅，能先放下吗？就是我的我想看没看够的，给我看羞涩的。小贝小贝，播报今天的股市新闻。好的，收到。今天总体来说两市超白股涨停，赚钱效益较好。好，小贝小贝关掉。好的，收到，明天再见。夏老师，你车开得不错呀。我以前就是在车上会晕车，然后现在我在这个车上工作都不觉得晕车。啊，就一方面是我车开得好，一方面是宝马 iX3， 它这有一个动力回收系统，我们这有一个舒适模式，它这么一开，哎，你就感觉像在办公室坐在家里面。特舒服，就是因为有这个模式，让我们在这个车上工作也觉得很平稳，嗯，不会觉得晕，嗯。我是很喜欢，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很喜欢冲浪的人，对啊，就特别喜欢冲浪。看很多抖音上的梗，对对，我们退网的这段时间也没有新的梗产生，那就好，还在潮流的前沿。对。但薛老师好像有一点脱节，他好多梗都不知道。他其实网速很快，但是他的是可能看方向跟我们不一样。对，对，就他很偏门，但我感觉我是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了。是吗？哦，小骄傲。但是他又有的地方有的东西，有些他又很敏锐，对。对他那些冷笑话，不知道从哪里搜刮过来的。哎，每天睡前在那儿听郭德纲。啊，你每天晚上睡都听郭德纲是吗？我自己也会听，因为我不是天津人嘛。秋怡一聊到哲阳那种表情，也是隐藏不住的。对。你跟上他们，你跟他们 say hi 了，终于可以 say hi 了，憋死了。啊！要憋死了。我看到后面有辆车蠢蠢欲动，我看看后面这，哎呦，是谁？是姜文。姜文。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这么轻松地把他们超过去了？对。秋怡好想在那个车上啊，我一直在看。哦不不不，有帐篷。哦。哇哦。哇。哇，蓝天都出来了。好漂亮。哦。哇。终于要到了。到了。我们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那个帐篷了。哇，耶、yeah ，来吧，给我吧。哎，这个我可以，这个我可以，你帮他拿着。这个你放在这个上面，真的很轻松的。谢谢。谢谢。走，你当心这样拖，它底下轮子都是泥。叫拎着吧，拎着吧，拎着吧，来来，拎一个。哇，好好看！也太好看了吧！哇，这个氛围感真拉满，这么浪漫的吗？太漂亮了吧，这是烧烤哎！哇。
太幸福了。哇，徐老师走得好快啊，徐老师。我们把包先放一下，好不好？你可以吗？大点分手。行啊。这是什么意思呀？哦，同款。你看过这个吗？转过来是这个。这不是神奇宝贝？我先放。我先加点醋。这是还可以唱歌吗？是的，可以唱 KTV。哦。哇哦，这地儿挺好的。确实。这不会是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吧？哦。真的是那边，真的是那边。哇！哇！哇！嗨，准备好没有？三、二、一。拍个合照吧，今天。对 ，OK， 来来来。啊。给我六一个。哎，六生日快乐！啊。耶，长命百岁。好、啊，今天过六十六了，八十六，六六，好，整活，整吃饭呢，走吧走吧走吧，对，先研究一下这个咋弄，上完电池，倒挂一下，这打不起来吗？对，要火机吗？我带了，可以啊，要拍照。哎，点上了是吧？点上了，点上了。对对对对，还得是我的打火机。等我尝一会儿。等等等等，这边还没有，这边只有一半。现在先试一下，在下面点了之后，因为那个炭是烫的。这边应该没火。哦，就是我怕它会把别的地方引。哦，哎，这是可以的，妙啊！哦，要扇一扇吗？你让我来一下。等会儿。烧烤是不是都这样？多远点啊，火苗别燎你们身上。还蛮暖和的，这样的烤的话。就是说暖和的。对对对。有点像那种家的温暖。对。家也太温暖了。我都笑岔了。哎，我也有点哈。那有纸。我给你拿去。先拎。再来两。哎。你可以把那个擦掉了，我生怕擦掉什么别的东西。嗯、哎呦、哦！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小助手上线了，就是想看这一幕，像做手术一样的。哎呀！哎呦！我的小助手，要拍照吗？这个光给，三二一。再来，可以，这个光可以 ，OK。就刚刚这样斜过来一点点，就这样，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声音，身体这样倒一点，正着看着我，对对对对对 ，OK， 就这样 ，OK， 三二，再来一张，三二一，哦，好看好看，整出了一种专业感啊，哎呦这。我徒手掰瓜，来吧，我来帮忙做东西吃了。对吧？这是开始做饭了吗？对啊。把炭卸了，烤船卸炭。不，拿筷子夹，火呢？火鸡。怎么了？是宝贝？对，我的宝贝。这火就给它反过来就好。火好了吗？万一没有万一。什么？万一怎么了？什么？没有。夸你呢？夸你。你说出来我就不信了。真夸你。有谁很饿吗？没有，你很饿。我不仅饿，还点热。好贴心啊，一直扇风。秋怡是真细心。我觉得你主要在扇我。我就在扇你啊。很棒。哎呀，甜蜜呀、啊！那我来扇这个。你念落单了吗？这个是什么呀、啊？那这个没有烤盘吗？
根源还没来哈，新疆买买提，但确实是生活是最难的一步。什么时候能吃啊？明天下午吧。那明天晚上。先回小屋。今天李念有点 lonely。挂念根源了，可能是就是看到大家都一对一对的，都挺美好的。在等根源哦。我已经像在烤肉一样的烤这几片了。这样呢？你咋了，我的宝贝儿？为什么一个人过来了？你在干啥？just 过来坐坐呗。烧烤摊人太多了，帮不上忙。等他们生起火来，我们就可以去帮忙。嗯。你今天心情咋样？哈哈。今天心情不知道。不知道，没有跟我说很快乐，那就是有事儿，我的宝贝儿。没有，可能就觉得有一丢丢少了点啥，少了点啥，小失落，有点无聊，少了点啥，这是根源，问题不大。还有我，哈哈。Turning up was all up in flames, and now I'm staring at the wreckage, trying to make it. 有一个人坐着了，走吧。哎呀，好好看呀！你在干啥呢？我在装饰这些。哦，还会闪。对，这 Rio 的这么多颜色就很好看。对，挺好看的。来，我给你拍一张。谢谢。三二一 ，Thank you。我们可以调一些那种夏日小饮料。可以啊，走吧，走。其实野营很适合带 Rio， 它就很好看，也有氛围感。这个粉配蓝就是很妙、啊，对不对？就晚霞的感觉，这是吗？对，会很好看呢、欸。而且它就是低、哎，不容易醉，那不就很适合我？就这样就很漂亮，对，妙啊。你要不要站过来？你站我这边，风往那边吹。对，这男孩挺细心的。他这边的火小，那边的火大。嗯。哈哈。哈哈。哦，这个味道真的出来了。应该拿一个蒲扇。对，拿一个那种扇的那种大扇子，然后用来去扇那个烤肉。对。我早知道就把那个上次出去玩那个风扇带过来了。你尝一个。我尝一个。好。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它上面焦焦的了已经。这可以了，这可以了。这什么？哦，还是牛油。我等下一道菜。啊！哎呀，没事。怎么了？扇烂了是吗？啊，对。那这怎么插到我手里了？出血了吗？出血了吗？没有，一点点。哎呀！你去那个吧，你去消个毒，消个毒，消个毒。你去冲个水，来。你停一下，我就擦个脚，就擦个。这个确实蛮锋利的，就是说。你小心点，你别用了，已经破了，就不要用了。哎。你们这个就不用，嗯，你这个破了就不要吃。哎呀。
管得了吗？还有个夹子呢，还有一个呢。哎呀，咋摆过来了？怎么了？水滴上来，干死！鸡爪，好好吃啊！好，给你烤鸡爪。嗯，我觉得这个好了，说实话。鸡爪可以吃了，那我尝一口吧，我给他。让我们尝一尝。还在烧，还在上，你们先试一下。谢谢。能吃吗？嘿，快乐了。这真好吃，我觉得我就跟他们说了。直接坐嘉悦旁边。他说你不讲武德。我还在烤，你就先落座。这个鱼谁要吃呀、啊？不想吃。你尝，你吃这个吧。给你一个大的吧。我吃小的，那就空气吗？是不是刺都在你那边？这没刺吧？哦，你也不会吃鱼刺啊？有刺的我。我也不会。我也不太会。我这边，嗯，哎，哦，哎，嗯，有点远，对，靠近一点，好，你再靠近一点。哎呦，我的妈呀！你要不要尝这个？嗯，我先把上面那块。乌漆嘛黑的，真的是。嗯哼。这样子好的。好，然后再加点粉条。大蒜要吗？来，不要，不用，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家伙，他不是在卖萌是吗？不用谢。还是这对甜，就很好吃，就是有点拔丝的那种，就是那种焦糖的味道。回来，是不是？嗯，很好吃。半热，尝一下吃，尝香蕉，是吗？哎呦！接过来，好吃的，封你为烤神吧。你再不吃完，你等会真的要睡着，我跟你讲，我真的快睡着了。咱们要逛一圈吧？走吧，走吧。你等等，我拿个我吃蚊的。边走边喷怎么的？嗯。耶，我还有个东西。到底准备了什么东西？等会我们去放烟花。哦啊！我经常拍仙女棒的照片。就自己烧吗？嗯。哦，看到了，嗯，走吧，往哪走呢？咱们可以往哪儿走？往这走吧，往这个走，曲径通幽处。OK， 啊，来，咱们往这走。哎呀，这谁呀？跟园来了。耶，这样的，这样的。My bro， 哇，没等明天晚上就来了，咋了呀？哎呀，张根源来啦 ！Hello， 没看到我？没看到你，没看到我？没看到，你为什么背着书包？对啊，你把忘记放了，放，我应该刚路过的时候放包，放包，走，放包，里面有。你们吃了好多东西啊，我看是不是都是你吃掉的？对啊，我吃的挺多的。你吃的挺多的？对啊。我不在你就食欲这么好。
因为没人讲话。又没人讲话。哎呦，嘤嘤怪，撒娇一下，想撒娇了已经。那会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吃东西啊？就是这些是我们烤的烧烤。还有没有能吃的呀？水果，西瓜，给你。啊？哦，专门给我留这么多西瓜。好像我也没给你留啥。呀，好开心哦。你不是明天来吗？我这不是为了见你，今晚就过来了。真假的？只有西瓜吃啊，没别的吧？哎，那个可以吃，那个鸡肉本来就是凉的。哦，对，这个可以吃。你要吃吗？这个、吃鸡肉吃两个，我这些手抓不会太鲁莽。哦，太鲁莽，太鲁莽了你。来。鲁莽了，这是干净的筷子，你给了个谁的筷子你都不知道。我的筷子。你的筷子真的是你的？真的。这好烦人啊。他们做了一个果酒。在哪里啊？我想喝。这儿。但是你来的太晚了，大家都已经喝完了。是吗？最 happy 的时光已经过了吗？应该还没有开始吧。嗯，你 happy 吗？不 happy， 还行吧。给你。害羞啦！太好了，哇！什么？这个杯子是干净的吗？是我的杯子，是我的杯子。走呗，我也想走一走。走呗。你们下午还干嘛了？下午就是从小屋出发，然后我们坐着 B 车过来了。你是坐后面吧？应该。我坐前面的。你坐前面？嗯。怎么不是那个？哎，怎么不是他们两个男生坐前面呢？哎，你管呢？你猜呀、啊。猜不到。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没有那个默契。我走了。你干嘛去？还没逛完呢，你干嘛去？哇塞，我的天啊、哦、我为你们举大旗，我来给你推了飞起来。我能来点花样，就是说你想怎么翻，就是不一样一点，你想翻出个啊，不是笑得多开心啊。对，你每次晃出去我再把这个踩住，生怕你这个直接就飞出去了。飞出去是哎，一点意思没有，一点都不刺激。还有意思吗？不，我错了，给我吧，我厌倦了这个秋千。你下来呗。厌倦了。这杆儿，我又想翻了。走。哪儿？哦，这个是吗？来吧，用你的核心。我好怕你又倒下去。还可以，可以。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表演一个这个？好玩，不好玩吗？好玩，好玩，好玩，翻的挺好的。我老玩。倒了，虫子。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好。哇哦。哎呦。我觉得我今天能在这里被吓死，我被蚊子咬一下我都以为是什么东西。这里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插个爱心？没有。哇，这边也插上爱心了。这摆啥爱心嘛？啊，哪里有爱心的形状？哎呀，给我点时间啊，让我找找，应该对称就可以了。这个我会摆，这是比较隐晦的表白。其实这样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你无法全部点燃，它的数量不够。你现在特别像那什么？像什么？就是像大学校园里，然后在操场上把爱心骂出的男生。很有难度哎。给我一个，你让捏了，给我一个，你让捏了，
啊，最后一个。哦，好了好了好了。哇，是爱心的样子哎！哇，这个也太加分了。哇哇，挺明显的。嗯，可以，成功了，成功了。有的。有的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有的有的有的，看到了。要问他喜欢吗？快实现了呀，两个人。Girls， 卡拉 OK 环节。你们想玩？各位仙女们，想玩仙女棒吗？给你们带来仙女棒。哇！仙女棒。可以玩吗？可以啊，可以。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神情，看你身边的朋友，看你身边的朋友，哎，对，哇哦，啊，好了好了，哎呦哎呦，哦，又没赶上点儿，哇，这个好好看啊，这个，哎，想说我咋没弄一个呢？不是我要唱吗？啊，没不用，我不好听，我唱不好听。哎，这个是一种慢慢在表态的一种方式吗？在倾向。好听。阿雷呀，雷呀，雷呀，雷呀！这啥、啊？我的衣服、啊、啥呀？在你腿上。白衬衫很容易。没事没事。哦，好贴心哦。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的陪在你的身边。人家没在看哦。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完了，一个传情，一个表达自己心情了。才发现我已经走远。哎呦我的天！走远了，完了。哎呀！哎，这我要。哎呀，哎，来了！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To push, pull, you just a sad scratch, claw, hit the throw, drop, and I'm so lost. The moments when I aim it, that's the way. 这俩又开始了，又 battle 上了。So they say your best to go your separate way. Just to find and know you, 'cause today that was yesterday. Yesterday is never been a different day. So like to do it, play, no one but to promise them. That's the same. What's that? Who's that dude? I don't even know his name. I lay hands on. I'm tied to the bed. Set his house on fire. Just gotta.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绝活，绝活！太牛了，太牛了！输出完毕了。太炸了，这个。是背了多久的词儿？是，我从初中就开始练这个。真的吗？上初中开始。拿手绝活。哎呦，这一三眼神呀！可以给我个麦吗？哦，对他唱歌好听。我知道要啥了，我突然想起来，我突然想起来。好运来好运来可以可以好运来可以爱情是上最美最远的旅行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情不可思议证明我爱你的理由
下一个是什么？下是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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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聪明。什么呢？你先来什么好四海你那个千纸鹤在天上天天好运来你啥都会啊你幸福全承载我要把声音开小一点你上你们的微留下祝愿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好运来一整个人心痛发达同四海不行我不行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太喜庆了最后吼一嗓子嘿好了可以好好好好了太好听了你起来去点一个点一个过来有声有声看一下你拿给你点一个转坏了哎，这俩要一起吗？啊，合唱吗？情歌对唱。会唱什么？你看现在一点的，晴天。嗯，真的会唱，假的会唱。真的会唱。真的会唱。哎，你就把你这个置顶吧。不行，先唱晴天。又上分了，这组又上分了。快回去，快点，再点一个别的。哇，你先唱这个。小幸运。你是不是会唱小幸运一般都会唱、啊、来一首小幸运好像、哦、有人点了有没有人点没有人点小幸运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唱呢我马上想听你唱啊那我要把大家吓走了怎么办这儿呢我刚刚都没有把大家吓走你也还担心把大家吓走、哎、你回去吧快回去吧那你该点什么我不点了是吧点别的哎呀我可以接一接谁点的你们点的吗他点的张根源点的张根源点的我不会我不会唱这个那我不记得词儿你拿那个手机点开我不记得词儿怎么办你把手机给我你把手机给我手机不是在这儿陈不是别特别唱吧你俩一起唱这哦，上分了，上分了，唱得好。我很想他会有多幸运，他会有多幸运？耶嘿，这词儿来得太及时了。